去关心我们的善良，我们有多善良的好处。当我们善良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善良，在我们当中，就是彰显主基督的慈爱。而且你喜欢我们称呼你，说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倚靠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这个。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每天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是，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哈利路亚。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投影片第一张啊，就看这边。好，今天是5783年乙入月17号，那乙入月再下来就是提示立月了，然后就是我们进入5784，好，所以哇，好快，还有十几天我们就要进入5784，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好，我们看下面一页。好，乙入月是犹太历的第六个月，那也就是5784提示立月的前一个月，那预备迎接犹太新年的来到，以及秋季季节的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大的节日的来到。好，下一页。那这个月因为是迎接新年来的前一个月，所以是我们个人属灵盘点的月份，就像我们在年终要检讨啊，要检讨一下这一年的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生意啦，这些我们就是在属灵上也要有一个检讨，一个盘点，要省察自己这一年来跟神、跟配偶、跟孩子、跟朋友之间的关系，那矫正生命中的混乱，如果我们有的话，有混乱的话，那就要矫正，然后预备自己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的赐福循环来到。那每一年都是新的赐福循环啊。好，下一页。那这个月是以加德支派为代表的月份，加德的意思有好运、万幸的意思。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那就能经历神赐下怜悯、饶恕，并敏锐于神对我们的开启跟美好的带领。好，我们就可以从低点进到高点，蒙神赐福。那加德支派是勇敢的战士，他们忠心、稳定、可靠，并且遵守律法，有得胜的行动力。同时呢，顾念手足之情，可以帮助流便跟西缅支派一同成为神军队中的中锋作战部队。所以这个中锋作战部队是流便、西缅跟加德三个，他是在扎营在以色列营的南边。好，南边啊。就第六个月是乙入月，就是以加德支派。好，下一页。那这个月是修补裂痕的月份，会有很多的变动正在发生。那如果神给你有修补的计划，那你发现有裂痕，神给你有修补的计划的时候，你要抓住神赐下的恩典，修补改正，面对未来，走在真理的光中，就可以经历得胜。下一页。那这个月也是奔向主我神的月份。奔向我们的神，是童女渴慕亲近神的月份，那是建立内在平安的月份，外面虽然很混乱，但是内在可以建立平安，那是使复杂的系统被妥为管理的月份，是孕育哺育的月份，也是葡萄成熟的月份。 好，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来举起手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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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赞美你，这个月份是你怜悯饶恕我们的月份，也是要我们欢喜预备迎接5784新的一年来临前的月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这个月份是你怜悯饶恕我们的月份，也是要我们欢喜预备迎接5784新的一年来临前的月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这个预备月中，对我们的自己过去一年的属灵情况有一些回顾，求你圣灵指教，让我们离弃偶像，老我归向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这个预备月中，对我们自己过去一年的属灵情况有一些回顾，求你圣灵指教，让我们离弃偶像，老我归向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
在这个月中，我们要命令那不能使我们体贴你心意的自我意识离开我们，使我们抓住机会更加亲近你，更加顺服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这个月中，我们要命令那不能使我们体贴你心意的自我意识离开我们，使我们抓住机会更加亲近你，更加顺服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这个月中，我们再次省察与配偶、孩子、亲人、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按照真理修正改善，蒙你赐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这个月中，我们再次省察与配偶、孩子、亲人、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按照真理修正改善，蒙你赐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赐我们有加德支派那忠心稳定可靠并愿意遵行你话语的恩膏，使我们在征战中好像狮子胜过仇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赐我们有加德支派那忠心稳定可靠并愿意遵行你话语的恩膏，使我们在征战中好像狮子胜过仇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有加德支派那愿意帮助流变西缅支派的管理恩膏，使我们在征战时一同向前，同得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有加德支派那愿意帮助流变西缅支派的管理恩膏，使我们在征战时一同向前，同得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谢谢你来管理我们一切的思想、意志、情感，帮助我们愿意来照着你的话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大大得胜。主啊，谢谢你，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让我们可以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一起往前，一起得胜，而且一起得你所赐我们的应许之地。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跟耶稣说 Good morning 耶稣。是的，早安耶稣。早安阿爸父。我们一起跟耶稣说一下好不好？早安耶稣。早 安圣灵。早安天父。 Good morning 耶稣。 Good morning 耶稣。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 Good morning 耶稣。 Good morning 耶稣。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 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耶稣。 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天父爸爸。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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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点点。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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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
全心的恩典。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耶稣。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耶稣，天父。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耶稣。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圣灵。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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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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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哈利路亚，阿门。新的早晨，新的恩典，新的突破，新的恩膏，哈利路亚。我们在唱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能够大声唱就大声唱，能够跳就跳一跳啊！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感谢神，他能让我们可以唱可以跳。对呀、啊，真的，真的。当我们脚膝盖不好的时候，跳也跳不起来，走也走不动，那能够跳就是恩典，能够唱也是恩典。两脚要离开地面哈，叫跳。没关系，不勉强啊，因为你实在跳不起来，对，你就不要用力跳啊。但是可以，你就稍微跳一点啊。感谢神。一二三四 ，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耶稣。Good morning， 耶稣。早安，圣灵。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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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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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加一点感恩，添一点赞美。Good morning， 今天我们来了，耶！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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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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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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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天。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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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大声唱，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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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
全心恩典，将一点感恩添一点赞美，给我们今天我们来了耶，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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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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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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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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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耶稣给我，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啊，谢谢你，是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阿们。新的早晨有新的恩典，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来赞美你，每一个人都要开口来赞美你，哦，赞美你，让我们大声的赞美你，简短的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是的，耶稣，我们要来大声像小朋友那样向你欢呼，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感谢主赐给我新的早晨，阿们。也赐给我们全新的恩典，阿们。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里的每一天，阿们。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新的早晨新的盼望，阿们。新的力量新的恩膏，阿们。主，谢谢你。是的，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谢谢你。是的，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每一天中都奔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亲近你，照着你的话而行的时候，主啊，你那个从岁数到年终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领受，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奔向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心是广大与我同行，充满怜悯实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因主活出坚持力，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
颂赞奇妙的天父，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圣约的神。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见命的人，受约是慈爱，心思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实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领主和主眷指引领，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父，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小野的神，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受约是慈爱，心思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实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云柱和指尖指引领，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父，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圣约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父，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
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失信的，他是诚实的。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他的时候，愿意照着他化形的时候，他要大大的赏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是的，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中都来奔向爱我的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你那里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主啊，我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是的，哦，把那个 高声欢呼扬声赞美的恩膏赏给我们每一位。哦，谢谢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要来进入我们，哦，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之地。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你看顾，你赐福，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也谢谢你，当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来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智慧聪明，也是我们的福分，最大的福分。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而且一生都侍奉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
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们请施行继续的谈。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也是一生都侍奉他。我们在这个琴声中，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跟神说：神啊，我领受这个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福分就在你那里，你是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丰盛无尽的恩典，让我能够一生都赞美你。是，即便有黑夜，即便有困难，但是耶稣你都信实陪伴我们，是让我们愿意献上一切来爱慕跟随你。阿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在你里面完全得着。阿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是有最大的福分在你那里。是，哈利路亚，谢谢你，一生就是来赞美你，感谢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向着主来唱，单单向着主，每一个人都来到他的宝座前，享受跟他个人的甜蜜，他何等喜悦！是他说，因我们这样的贴近他，他的心得着满足。我们的神爱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所想的。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谢谢亲爱的主，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
的，是我最大的喜乐，献上一切，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主，谢谢你能够在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是有福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施恩给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一路月中，在提斯利月马上要来到的之前，在犹太新年之前，主，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再一次跟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照着你的话来行。我们生活中要有什么调整的，我们乐意快快的去调整，主啊，以至于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在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天中都领受你从天上赐下来的那无穷无尽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的喜乐满足都在你里面，谢谢你赐福给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彼此对说一下，认识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一生侍奉你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一生侍奉你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好，请坐，哈利路亚。好，我把时间交给我们非常喜欢的慧琳，好久不见，交给慧琳。弟兄姐妹平安，见到老朋友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以跟一群主所爱的儿女一起敬拜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声欢唱，我们可以在这里宣告我们是蒙福的，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谢谢耶稣，求你今天早晨将你新的爱情赏赐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实在是非常爱我们的主，不管我们多老，你都爱我们，把我们宝宝在你的怀抱中。谢谢耶稣，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啊。我还是要适应一下这些设备，请原谅我。好，今天这个台风天呢，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哦。那个台风就是飘忽不定，从远离台湾一直到靠近台湾，靠近北部又来到南部，哇，真的是无法测知。但是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们深深的，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默想诗篇139篇。其实这篇诗呢，很多人很熟悉，特别是老基督徒、资深基督徒。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篇诗呢？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了那个梦，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时间讲。神就说起来，我做完那个梦以后，神说起来默想诗篇139篇，对神的百姓说话。哇，我就起来，我想说诗篇139篇我很熟啊。好，神就带着我来默想这篇诗。我在默想这篇诗的时候，看见神自己非常荣耀的恩典。好，其实我去查了一下病，我就想应该有很多属灵的伟人是从这个诗篇139篇得到鼓励吧。所以我查了一下病，他说，他这样说，他没有特定的属灵伟人，
熟悉，就是说对这篇诗有特别的经历啊？没有，哎，很奇特，应该是有吧，只是并没有查到哈。然后呢，他说，但是这首诗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许多属灵的伟人都会引用它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上帝。好，那我求主真的今天早晨打开我们的感知觉，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情感，打开我们的意志，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要一起来进到上帝那个丰盛的恩典和他的应许当中。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歌，也是非常经典的诗歌。然后呢，这篇诗呢总共24节。那当我们在默想这篇诗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讲四件事情。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全知、全在、全能、全权的主。这也是我在这篇诗里面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好，那我们会看见呢，大卫在这24节的 诗篇的诗词里面，他不断的说你、我、你、我、你、我。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读哈，你会看见大卫在他的默想、在他的敬拜、在他的颂赞当中呢，就是神跟他的关系。那我们要从这一篇诗里面来看见他对上帝的这个敬拜就怎样影响他的生活。其实我们今天在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我们来到这里颂赞主，愿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我们对上帝那个全然的认识，可以带回到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可以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活着，靠着主活着。那这就是大卫所要说出的一个真理啊。那我把这篇诗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18节，这18节在讲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然后呢，你会看见当他在讲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的时候，他同时也指出了大卫是怎样来看他自己的。加尔文曾经说，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认识神，而且认识我们这个人，认识神以至认识我们自己。当代的英国管理学大师韩蒂先生也向他的读者说出来，他说，你是谁，你是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你是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启示我们上帝的这四个属性跟我的生命可以有什么关联，特别是我们都渐渐在老，那上帝的这个属性跟我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一起来读啊，这6节圣经，我们就慢慢的一段一段来读，我们一段一段来默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6节，预备起。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哇哦，在这里呢有好多的晓得、知道、认得、认识。好，整篇诗呢在这就是这6节经文3次用了这个同样的词，中文翻译成
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就是我画出来的就是晓得啊，还有呢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那所以你知道他同样用的这个词，他绝对不是一般的认识哦，是非常亲密的知道。上帝非常亲密的知道你的作息时间，你晚上几点睡，你睡到半夜几点会断眠，然后你几时又躺下，哦，这上帝知道。好，上帝知道我怎样行动，我今天做完礼拜我会想去哪里，我会走到哪里，我怎样行动，我的行动，我的作息，我的说话，甚至是我的意念，他完全知道。这就是这六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这样说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隐私哦，在上帝面前完全没有隐私。哇，隐私这个主题呢实在对这个世代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希望别人都知道我的隐私哦。好，所以我们的各自要保护得很好，对不对？可是我们会看见诗人在这里说，哇，我的心思，我的行为，我的想法，我脑壳中想的东西，我里面的情感，我看到这个人我会有的情绪，上帝完全完全的知道。然而这个知道带给他的情绪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完全用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叫做监视系统录影的话，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安，对不对？但是上帝对我全知的这个恩典会让我有什么感觉？大卫说，大卫第五节，我们再读一次，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第六节说什么？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你知道吗，那个大卫的情绪是什么？是 amazing， 非常的稀奇，是一个惊叹，上帝你怎么可能这样全知道我呢？对他而言是一个惊叹。其实在这里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那个环绕是什么意思？那个环绕是指着我被包围，在这个包围的里头还有一个意思是限制，上帝限制我。所以诗人感受到上帝的那个全知好像在什么，在限制自己一样。哇，我被上帝全知，然后这是一个限制，那你还会觉得很 amazing 吗？这是大卫的体会哦，大卫感受到自己是被限制的，但同时他什么样？按手在我身上，这个按手就是指着祝福，这是旧约对按手的其中一个解释。所以大卫感受自己虽然是被限制的，可是神的作为却是祝福。所以你知道吗，神对我们无所不知的这一个神的特质，属神的特质形成我生命中的这个限制，是上帝有一种奇妙的洞察力，对我对你一个非常奇妙的洞察力，在我们的中间是奥秘，是奥秘。他为什么要限制你呢？他为什么要用疾病限制你呢？他知道你在生病，他知道你会睡不着，他为什么要用这些来限制你呢？大卫说，这是祝福，我的疾病是我生命中的祝福。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但
但是至少大卫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不能在本堂同时在新堂同时在百福，这个限制是一个祝福。今天我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能做另外那件事情，这是限制，但是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上帝的保护。我今天只能站着，我今天只能坐着，我今天只能躺着，这是限制，但是这里面会有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默想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深深的被极大的安慰触摸，我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祝福，我感受即使我在疾病当中，即使我在意外当中，我感受到那个祝福。我们的神真的是让我们惊叹。大卫在这里说，我好开心自己在神面前是完全无隐私的，是不需要遮掩的。当我发生意外，当我生病，当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心里的艰难他完全知道，他把我看光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一点都不害怕，我稀奇上帝这样的全知。大卫可以这么敞开，是因为他看见上帝的这个全知，他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被上帝的全知奇妙的智慧祝福的人。他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在上帝全知的智慧中，他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好，神是无所不知的，我是被上帝全知奇妙智慧祝福的人。8月11号呢，我就在台中回台北的路上，然后就突然台中其实很少这样的情况，可是那一天我就在赶路回台北的路上就突然滑倒。为什么会突然滑倒？就是突然一阵风雨，哇，那个很稀奇，就是突然一阵，本来说好好天哦，啊，突然一阵风雨就来了，然后呢，我就又做了那个滑铁卢一样，啾，又滑倒了。那对我们这种人呢，其实滑倒实在是，特别是已经有年纪的人，滑倒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哈。然后我那个滑倒，当时我滑倒有路人，真的是想尽办法把我扶起来，因为又水又风又雨，非常的困难把我扶起来。我非常感谢神，我没有多么严重的外伤，但是在那个意外之后，接连一段日子，我就做了两个噩梦。那这两个噩梦呢，都具有死亡攻击的噩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我滑倒然后没有什么外伤， OK， 耶耶耶，谢谢上帝的保守，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很好很好，很感恩了。可是呢，接连一段日子我就做了两个噩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第二个噩梦啊，特别是在我夜间子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做完那个噩梦的时候，我是被吓到醒来，然后吓到醒来的时候，我的恐慌非常的强烈，非常强烈的恐慌在我的里头发作。然后我就想，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恐慌发作，我第二天要去新堂讲道，要去安乐讲道。我就跟主祷告，我祷告了一个小时，我那个恐慌才慢慢退下。我就觉得很奇特，礼拜一我讲完道，当然是不是精神很好哦。然后讲完道以后，礼拜一我就求问无所不知的上帝，上帝啊，为什么我会做这种噩梦？我没有想过我会有这种经验，我有这种噩梦，而且噩梦之后我的情绪是这么的强烈，是这么的巨大，
巨大到我自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安抚他。我问上帝，上帝，因为上帝比我更清楚我，比我更认识我，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光就照进我的心里，我就明白了。2007年我曾经在台北上班的路上同样的姿势滑倒了，那天没有风没有雨，只是有一点点水在那个路面上，我就滑倒了。那一次我就骨裂了，然后我就半年没有办法自由行动。然后我就在那个祷告，在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祷告这件事情，求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噩梦来攻击我，以及我情绪这么强烈呢？我问上帝，上帝就把这个事件显给我看，那就让我看见2007年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照顾我的身体，哇，我那个骨裂的部位我赶快把它搞好，然后我还要工作，我还要服侍，我希望我能够自由照顾自己，我可以自由行动，我希望我是可以自由的，非常努力的去做复健，非常努力的去照顾自己，但是我完全没有照顾我在滑倒的那个当下心里面，在这个意外里面所承受的惊恐和压力，没有照顾，真的我从来没有照顾，我以为我身体好了就好了。上帝就透过这个事件再一次光照我，孩子，慧琳，要修复，特别是你已经年纪越来越长，有很多事情你不能控制，对那个曾经失控的经验你要照顾，所以我就邀请上帝来，上帝啊，我求你来修复我里面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意外所形成的情绪上的创伤。那些发生过的意外，虽然我的身体康复了，可是我的情绪，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被神修补医治过的，他会在相似的事件发生时使我的恐慌警铃大大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被上帝全知奇妙的智慧祝福和保护，我们可以这样来向他求问，我的梦我不明白，我可以求问这位全知的上帝，他会告诉我，他会邀请我，他会鼓励我，我就按着他全知的恩典求他医治，求他医治。我真的很开心，上帝让我有机会修复过去这个意外所形成的创伤，因为上帝比我更认识自己。好，我们要继续来读。哦，我也想邀请你来想一想，你想怎样经验上帝的无所不知呢？你对上帝的无所不知，你想怎样去经验他呢？哇，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你无所不知，你想怎样去经验呢？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上帝。好，我们再继续来读第七节，好，一直到第十二节。预备，一起。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这段圣经呢，大卫描述了自己有两种情绪。你会看见他第七节那里所描述他的情绪，前面那一段他描述他的情绪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躲起来？他是什么？是害怕的情绪，是恐惧的情绪。我们会想要躲起来，因为我们害怕，对不对？大卫在这里好像害怕被神逮到一样。哇哦，他不想见上帝，他想上天下地去躲上帝，他不要见上帝。哎，为什么我们会想躲起来呢？可能因为我们做的事不光彩，我们害怕别人看到，逮到我们那个黑暗的那一面，我们害怕别人见到我们那个很脆弱的那一面。所以躲藏是一个人不想面对自己里面的一个做法。躲藏和恐惧的情绪是有很深的关联。你越想遮掩，就越代表你的里面有很深的不安。我想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越躲藏，越扯谎，企图闭眼不看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脆弱和黑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别人看见，同时在我们的里头是有很深的恐惧。所以大卫在十一节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这是他的看法，他觉得他躲到那个黑暗的角落，上帝就看不见他了，这是他对上帝的看法。但是十二节他改变了那个看法，他看见什么？十二节他的看法修改了，他看见对上帝而言，黑暗并非黑暗，黑暗和光亮在上帝看来都是一样的。对上帝的这个认识使大卫生出极深敬畏的心思。神无所不在，我到哪里躲他呢？我躲到哪里他都在。他在干什么？他在那里干什么？他都在做什么？他一直没有离开，他在做什么？上帝一直在你的黑暗里，他在做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最脆弱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看第十节，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黑暗和脆弱里，上帝没有离开，而且在那里引导扶持我们。最近我一直在读乔治穆勒的传记，我才知道他年少的时候，我们听到乔治穆勒都觉得哇，他是孤儿之父，他这个没有什么靠，他就是靠信心，他养了一万多个孤儿，还有很伟大的那个经历神的神迹。你知道他在年少的时候，他是非常荒唐的一个少年人。十四岁，他母亲过世的那一天，他还在外面花天酒地，完全无感于他的母亲过世。十四岁的青少年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但是最后神借着一个曾经跟他一起放荡的朋友，带他去一个聚会点，在那里有真实的基督徒跟他分享神的话语。那一天他进到那个聚会点，在那里他说，这里我所经历的喜乐胜过我去游山玩水，胜过我放荡的日子所得着的喜悦。神引导扶持，
请你记住，在他无所不在的恩典里，神是无所不在的，在他无所不在的恩典里，黑暗也无法遮蔽，使他看不见我们。他如此的属性，是要我们深深的认识，我是被黑，我是被黑暗怎么样遮蔽，都是被引导与扶持的。不管我现在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软弱，主仍然在我的黑暗里是引导我的那一位。他在引导，他在扶持。引导就表示我迷路了，我会迷路。扶持就表示我是软弱的，我需要扶起，我需要帮助。所以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属性和我的相关。所以我也要问你，你想向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求什么呢？你想向他求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读这三节圣经，一起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好，这三节圣经呢很特别，其中两处呢都说到编织哈，那我也觉得很奇特哈。其实大卫也没上过这个卫生教育哈，但是你会看见哦，他好像那个现代医生一样，好像在他脑海中有一个超音波啊，然后那个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这样滑滑，就会看见那个婴儿的变化啊，就看见那个婴儿的成长一样。大卫从那个宏观的天与地，他感受到上帝的无所不在。然后大卫现在的观察来到更仔细的、更细节的，是生命，是生命，是一个生命的形成。好像他的镜头缩小了，他继续默想自己被生出来之前，上帝怎样以奇妙的能力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来塑造他。这三节圣经呢，其中第一个十三节复辟这个词，其实是用原文来讲是编织啊。那另外十五节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其实那也是编织。我就在想，好奇妙的一个词，好奇妙他用的一个原文。但我想如果我们中间有生物或者是生命科学的老师，可能可以明白，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那个基因，我们的这整个细胞的构成，我们的神经元好像一个编织一样。就我就觉得哎，非常的奇妙。在当时没有这些科学知识，可他们说神在编织，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好像在织毛线衣一样在编织我。好奇妙的一个描述，一个形容哈。大卫在这里对生命的观察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敏锐。他知道那个生命整个从在母亲的里面是一个小胚胎，怎么样长到可以离开母亲的肚子。这整个的能力是非常奇妙，而他在这里看见上帝从天和地的创造来到生命，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他看见这里头无所不能的创造能力。这是上帝在细节中的能力。而大卫思想神这样创造性的能力，他看见自己是怎样的呢？十四节说，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我的生命，我的躯壳，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上帝能力的彰显。我再说一次，从我出生，从我被怀胎在母亲的肚子里，到我躺下来闭上眼睛死亡的那一刻，这整个生命的历程是神创造能力的充满彰显。所以不管你多老，不管你多老，不管你多么衰弱，你是上帝能力的彰显。我的闺蜜，她在服侍她94岁的老母亲，非常衰弱。但是我在神的感动中，我跟我的姊妹说，上帝存留你母亲的性命绝对不是突然。今天上帝存留我们的性命，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脆弱，绝对不是突然。当我活着而且衰老，仍然是上帝能力创造能力的彰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实话，我真的年纪渐长，我们会哪里不出问题呢？那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呢，我现在成为一个自由传道，然后我发现了跟我同年龄的很多人都开始推送很多养生之道，对不对？我们都会哈，我也会哦。我看到这个，哎，很好，赶快推给我的闺蜜。哎，这个很好，赶快推给那个有需要的人哦。我们就是这样。那我渐渐体会，在这里面有一些掺杂的东西。当然，我还在探索哈，我不敢说怎么样哈，我只是说，但是我就发现，它会使我失去对我身体、对我的生命今天活着是主能力的运行彰显的信靠。我发现它很容易让我陷入靠自己的焦虑当中。所以最近我开始学习，我才开始学习为我生病的身体来祷告，为我生病的身体，不是，应该说为我生病的身体来抹油祷告。我学习依靠主，求主对我的器官，对我的身体说话，然后我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你们要听上帝，你们要乖乖听上帝的。今天我要来服侍主。我虽然其实滑倒之后，后来我的右背有一个点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上礼拜做家事的时候，就筋膜就受伤了，非常疼痛。我就请英仪为我祷告，然后同时我抹油祷告，然后同时我祷告跟他们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哦，乖乖听上帝的话。感谢主，上帝使我有神的速度恢复，让我今天可以来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一篇重要的信息。上帝以他创造的能力复辟你，不是你出生的时候，是你到老的时候，到见他面的时候，这是他复辟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求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大得安慰，大得盼望，大得喜乐。所以我不知道你想对你的身体和你自己说什么呢？我都忘了按我的 PPT。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16、17、18。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三节圣经，大卫在说什么呢？大卫在表明上帝对自己所创造的生命个体有完全的主权，在他那里有对每一个生命的计划。你会看见哦，第十六节说，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过一天呢，上帝你已经定了，你已经定了。那个标题说，或作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被怀胎在母亲里面，我那个肢体还没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了我的日子。哇，这是大卫从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诗篇，然后你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那个写在册子上，就是上帝已经登记了，注册了，已经把它登录了。好奇妙啊，你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所以大卫说，大卫对上帝这个完全的主权的敬拜默想和颂赞，就帮助大卫看见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我属于主，我的生命是有宝贵，是宝贵而有计划的，是宝贵而有计划的。包括我老，包括我的衰老，包括我的衰老，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怎样衰老，我衰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神仍然在这里面是有宝贵的计划的。我就是对我的闺蜜说，你的母亲94岁这么衰老还活着，有她的意义。神要使用你的服事，让你明白衰老，让你明白在衰老中怎样倚靠。这也是我回来之后，当初我的心愿回来就是，我希望也能够陪伴我母亲，我在我母亲的衰老当中体会那个衰老的力量怎样影响我。然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看见我母亲今天还活着，有上帝的计划，有上帝宝贵的心意。我常常感觉到，谢谢上帝，让我到今天还可以服侍我的母亲，让我可以爱她，而且从她的爱里面，我看见上帝的尊贵。我也同样从我闺蜜的她母亲的生命当中看见这种老人和服侍他的人彼此在基督的爱中那个连结的尊贵。就是当我愿意仰望主来学习服侍我的母亲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尊贵，我看见那个爱的流动的尊贵。这个默想和思考翻转了我对老化岁月的体会。我做的梦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已经退休自由传道，我就是只剩下一些价值，叫做剩余价值的人。我没有什么价值了，我今天能够做一点点，我可以做那个一点点，我不是像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做很多，我现在就剩下一点点剩余价值的人了。上帝透过那个梦跟我说，慧琳，不是，不是这样的。你的生存，你的生命，你是属我的，我对你有完全的主权，我对你有完全的主权。你的生，你的死，我对你有完全的主权。你被造，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质，你要在这个老初老的岁月里去继续完成，完成上帝在你里面的那个心意。哇，主真的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是属于主的，上帝对我的生命有宝贵而奇妙的计划。神是对，我看不到了哈，你们来读吧，好不好？谢谢你们帮助我，你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到那么远了，这就是我的衰退，这是我的有限，但是这个限制会成为祝福，因为这个祝福就请你们来读。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今天让我活着，我不是一个剩余价值的人，上帝对我的创造有很独特的地方啊。刚刚我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默想，我就心里很喜乐，我就默想王老师跟那个主哥哥，你看他们两个人就是很不一样特质的人，对不对？以他们的音量，以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是非常不同特质的人。真的，我跟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中间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样，我们是非常不同特质的人。上帝到今天给你的一些特质还是非常奇妙，是可以他可以使用的，他可以使用的，他可以透过你去祝福别人的，他可以透过你去分给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多么的衰弱，你仍然可以把你里面，把你里面那个神造你的那个特质，神造你的才干，神造你的那个部分分享给别人，跟人有一个生命的连结。我的母亲没有读多少书，我常常回到家我觉得有点无聊，就是看电视。但是呢，当我开始带她出去走路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观察力比我还要敏锐，他会看见那个花那个叶子是怎么样的不同。哇，我从我母亲的眼光里面看见了神造他有上帝给他的独特特质，他带着我看见上帝的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不晓得你愿意寻求，就是在这样一个岁月的里头，在这个生命的季节，你们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初老，你们可能还有很多年轻的力量，你们还有很多正在努力奋斗，正在做的许多美妙的事情，你愿意寻求认识对你有主权的上帝，在这个，在你现在这个生命的季节里，他所赐给你的命定吗？你愿意认识、寻求，并且服从他，在这个命定中来行走吗？乔治·穆勒在英国布里斯托帮助了上万名的孤儿，但是他70岁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乐意去分享神话语的人。他很喜欢宣教，他很喜欢去传道，他很喜欢四处去传道。70岁的时候，他回应上帝的感动，17年之久，他到40个国家去分享主的话语。我看到这个，我都觉得主啊，我7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无法想象。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对上帝的敬拜，神是怎样的一位，就让他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我同样请你们来读好不好，一段一段的来读好不好，预备起。大卫
阿们。阿门。这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到十八节，我的默想。当代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当人里面有一个敬畏的情绪，就会使我们开阔视野，我们就会打破那个负面思维的反复循环。我们老了，我们会有很多反负面的思维，我的身体今天不行了，那里不行了，等一下我又怎么样了，我们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在我们的里头的。但是当我们向我们的神敬拜，让他的那个敬畏他的那个情感和情绪充满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当我们向我们神伸出那个敬畏的情感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的视野会被打开来，你会看见你的生命是如此的柔美，是如此柔美。时间有限，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十八到二十四节读了，你们回家去读。我们会看见，我们会看见最后大卫因着对上帝这四方面属性的敬拜，回到他的现实生活中，他有能力面对邪恶世界横行霸道，而且他有能力选择，他不跟这些恶人同路，他不受诱惑，他不被压制。即使如此，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活着，所以他再度向神。前面第一节说你已经鉴察我了，但是到二十三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有没有看见他在那全知全在全能全权的主的帮助当中，带领当中，引导当中，他看见他自己将要走的那条路不是无聊的路，不是无聊的路，这个永生的路不无聊，是你可以不断的经历神无所不知的奥秘，无所不在的恩典，无所不能的奇妙，完全掌权的能力。这是美妙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实在是被你祝福的人，我们实在是被你扶持和引导的人，我们实在活着就是彰显你的能力。耶稣，我赞美你，你对我有完全的主权，不论是疾病是健康，你的恩典够用。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愿你使我们羡慕这永生的道路，扶持我们，使我们不偏左右，紧紧依靠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主生命的大爱激励我心，我当趁这机会摆下，机会若错过去不会再来，
我绝不能辜负主恩爱。生命气息，金钱时间，即使奉献广场就福音，将就灵魂积在雨天，多成就刚健主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奉献来做感恩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受造奇妙可畏。主，我们谢谢你天天眷顾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得制裁的力量，叫我们可以借着金钱来向你表达我们的敬畏跟感恩之情。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生命的大爱激励我心，我当趁这机会摆上，机会若错过去不会再来，我绝不能辜负主恩爱。生命气息，金钱时间，即使奉献光传主福音，抢救灵魂聚在雨天，做成主宫殿主面。主生命的大爱激励我心，我当趁这机会摆上，机会若错过去不会再来，我绝不能辜负主恩爱。生命气息，金钱时间，即使奉献光传主福音，抢救灵魂皆在雨天，做成主宫建筑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恭敬在神的面前领受他所应许的福。亲爱的天父，我深深感谢赞美你，求你按照你所应许的，当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门，请福于我们，叫我们无处可容。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当我们早早的预备钱财，在聚会的时候带来，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就赐下仁义的种子，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主啊，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限制当中，经历你的保护，经历你的保守，经历你的引导，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也在 我们的前后环绕着我们，你的恩典也覆庇着我们，你的祝福也深深的临到我们生命的深处，从年轻到中年，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你都是这样的祝福跟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下面我们以报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请大家翻开周报第二页，我们看教会的报告事项。第一点，那个联合宣教奉献目标是100万元整，那请在奉献袋上注明是联合宣教。那任限日期到11月30号为止，目前奉献金额会是51万1800元啊，已经有一半了啊。那请弟兄姐妹继续投资在大使命的行动中。第二点，全教会的联合主日及案例募资礼拜，在9月17号上午10点与海洋大学的第一演讲厅举行。那请邀请斗六福气教会的刘君廷传道，是前工研院的副院长，前来分享。9点45分有会前祷告，那也请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参加。第三点，求主使各大企业能在环保、
人权、慈善的议题上参与社会责任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主，谢谢你，是的，你看过我们的各大企业，让他们在社会责任上能够尽他们的责任，能够在环保、人权、慈善的议题上，主啊，能够多多的参与。主啊，我们谢谢你，让他们可以行在你的里面，蒙你赐福。谢谢你。第四点，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背诵经文经节，经文经节三次。来，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7，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7。再来，约翰福音15:7，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7。好，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本堂的报告。那第一点，上周感恩现金袋收到有5个，有生儿生女、旅途平安，还有其他，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第二点，更新营定于9月15日晚上7:30到9月16日下午的4:30，在宜兰立泽简施青儿中心的营地举办，内容为内在意识的课程，帮助弟兄姐妹经历生命更新。费用是成人1000元，学生是500元，婴幼儿是免费的。欢迎弟兄姐妹扫描 QR Code 来报名。好，第三点、第四点是我们的轮值跟我们的人数，那请弟兄姐妹自行参考。那本周的爱宴是市民团队，我们要等一下享受爱宴的时候要谢谢他们。好，我们低头默祷，分班上主日学。
起拍手来敬拜他。创造新天地，你赐下丰盛美好应许，你作为何等奇妙可畏，我心自由跳舞歌唱来赞美你，你话语开创在新天地，你赐下丰盛美好应许，你作为何等奇妙可畏，我心自由跳舞歌唱来赞美你，新天地心跳你，全心跟随你，敞开心，毫无保留赞美。你喜乐永不止息，浇灌我的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到永远。神百姓，神百姓，起来欢呼赞美你荣耀，超越一切之上，你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从日出到日落，我要来赞美你，神百姓起来欢呼赞美你荣耀，超越一切之上，你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从日出到日落，我要来赞美你，心坚定永不后退，我心靠你，全心跟随你，敞开心毫无保留赞美你，喜乐永不止息，浇灌我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你喜乐永不止息，浇灌我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到永远，心坚定永不后退，我心靠你，全心跟随你，敞开心毫无保留赞美，心坚定永不后退，我心靠你，全心跟随你，敞开心毫无保留赞美，后退，我心靠你，全心跟随你，敞开心毫无保留赞美你，喜乐永不止
续浇灌我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你喜乐永不止息浇灌我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你配得一切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你喜乐永不止息浇灌我灵，我全心歌颂赞美高举你名，你荣耀充满了全地，因你而欢喜，扬声欢呼来赞美你，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主神灵彰显你的大能来运行，我坚信你的话语引我前行，你配得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你，主我全心因你欢喜到永远。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的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啊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啊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的左眼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生命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生命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好主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主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生命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生灵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
声歌唱敬拜耶稣我主，我愿一声歌唱敬拜耶稣我主，我愿一声歌唱敬拜耶稣我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神，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那一切的美善和恩典，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架上，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追寻你，可以来经历你。主耶稣，我求你来保守看顾，为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在今天当中，在每一个聚会的环节里面，我们都来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美善，经历到你美好的作为。谢谢你看顾我们，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求你来带领看顾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台风天嘛，然后但我看好像我们基隆的天气还不错哦，所以请你跟左边的说，今天很开心，台风天跟你一起聚会。哦，我今天早上有，就是因为我第一堂嘛，有那个慧玲姐讲到，我就先出门，就是开车去接慧玲姐。然后一出来基隆的时候说，哎，今天不是台风天吗？然后因为我对基隆在这边这么久的印象，就是每次基隆都会特别严重，就我就基隆很好天气，然后我开到台北就很下雨，然后就是哎到那边就下雨这样，然后接了慧玲姐回来之后，哎回到基隆又好天。对，我想说基隆今天真的是这一次台风有很特别的恩典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关于恩赐你必须知道的三件事。好，这个月我们的系列都是讲到关于恩赐，好，帮助大家在恩赐上面有更多的认识跟领受。好，不过我在分享这三件事之前呢，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想看，请问在圣经当中恩赐这个词都是同一个意思吗？恩赐这个词都同一个意思吗？你可以在场点头或摇头。哦，好，没有点头的，这样问大概就是摇头嘛，对不对？哦，那如果不是都是同一个意思，那请问共有几种不同的意思解释呢？哎，你怎么知道？哎，对，就是三种。哦，有三种哈。这个词呢，它只出现在新约里面，而且哦，几乎被讲出来都是保罗在使用的哈。好，那它的第一种意思是指什么呢？第一种意思是指救恩。哦，恩赐这个词哦，在圣经当中第一种意思是指救恩。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蛮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请。好，你看到这段经文哦，如果你用我们一般对恩赐的理解，你就会看不懂这段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把恩赐这个词呢代换成救恩，哦，比如说这样就很好理解，比如说只是过犯不如救恩，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救恩，救恩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哦，所以整段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大过亚当犯罪所带来的死亡。哦，好，这是恩赐的第一种意思。好，那恩赐的第二种意思是指什么呢？特别的祝福。哦，特别的祝福。我也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哦，
我用的是不是和合本，我用那个新中文译本。他讲说，事实上我愿意大家都像我一样不结婚，哦，这保罗讲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好，所以在这里呢，恩赐的意思是指特别的祝福，也就是说每个人无论你是单身还是结婚，都可以是蒙神祝福的。所以圣经说单身是个恩赐，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恩赐。好，我讲个有趣的事，哦，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教会就有测恩赐测验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我那时候的好朋友看到是单身的恩赐，我就说我谁要这个恩赐啊，就是那想说啊，如果我得到哪一天我祷告我突然得到单身恩赐，我不是被宣判了死刑吗？这样子，我那时候想说这哪叫恩赐这样。哦，后来我发现我长大了，自己读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在讲到单身跟结婚这段恩赐，它的解释不是一般的恩赐，是讲什么一种特别的祝福，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神的祝福下，你过独身或婚姻的生活，这样是一种恩赐，是一种神特别的祝福。而且没有人说你现在单身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或者你现在有婚姻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有很多多变的情况。所以这是恩赐的第二种意思，它是一种特别的祝福。那圣经中有几个地方都是这样讲。好，那恩赐的第三种意思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咯，属灵恩赐。属灵恩赐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的，就是什么是属灵恩赐。好，所以关于属灵恩赐你必须知道的三件事，那我想说我以企业界提案最喜欢用的三个 W 来做表达。第一个 W， 哎，等一下哦。好，第一个 W 是 What。 好， What 要谈的是属灵恩赐的本质。什么是属灵恩赐呢？这个是 what 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念，请。好，这段经文呢，其实对恩赐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保罗提供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恩赐虽然有很多种，但是赐予者只有一位，而且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看哦，他三句话哦，他分别将这个恩赐连接到谁？圣灵，连接到主耶稣，连接到父神上帝。对，好，所以恩赐的这么多种，只有一位赐予者，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好，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他用三个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个恩赐，包括恩赐啊、侍奉和工作。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呢，或许我们可以将属灵恩赐定义为什么呢？一起来念，请。赐下的某种才华装备人去从事特定的服事。哦，我自己再念一遍。哦，神以恩典和能力赐下的某种才华装备人去从事相关的特定服事，这是恩赐，属灵恩赐的定义。好，那这是属灵恩赐的定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记载了哪些属灵恩赐。哦，蛮多的。那 我弄了一个表，就是不是我弄的，我网络上找了一个表，他帮你把整理好了。有哪些呢？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教导、劝化、智慧、知识、医病、行异能、说方言、翻方言、信心、帮助、治理、执事、施舍、怜悯、款待、辨别诸灵。这全部呢是圣经当中提到的恩赐，总共有21个不同的恩赐。所以我问大家，就是哎，那总共只有这些恩赐吗？哦，不是嘛，不是这些，不是只有这些。为什么？因为保罗在提这些恩赐的清单的时候呢，他很明显他只是在举例说明。哦，所以呢他提到的这些恩赐呢还有很多是没有被提到过的。所以其实属灵恩赐它就跟人的天赋才能一样，有可能有上百种、上千种的属灵恩赐。好，那这时候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问题了。好，等一下。好，那么属灵恩赐跟天赋才能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来考一下胡定宇，属灵恩赐跟天赋才能有什么不同？
依我理解，不知道，依他理解 还不知道。那我 Q 一个这个啊，施洗员好了。总而言之，应该是就是跟比较偏上帝要给你，然后会去让你，就很像命定这种东西。然后天赋才能可能是你可能会有很多种，然后就是看你要往哪边发展这样。好，那我请问哦，有没有人要就是讲一下属灵恩赐跟天赋才能的差别在哪里的？就是我要讲，这样，然后我可能会给你一个礼物。好啦，开玩笑。属灵恩赐跟天赋才能哈，我们知道其实天赋才能是天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哦，每一个人都有，它基本上是一种就是遗传，它遗传，你天生就有。那而属灵恩赐是圣灵赐予的，所以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才会有属灵恩赐。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好区分的嘛。好，但是为什么每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属灵恩赐的测验？很多测出来的恩赐，像是音乐的恩赐、领导的恩赐、行政的恩赐等等，怎么和才能这么像？那是要怎么区分呢？因为你也可以换句话说，音乐的才能、领导的才能、行政的才能等等嘛。所以这两者要怎么区分呢？好，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不同但关系密切。哦，不同但关系密切，怎么说呢？哦，就不同，就像刚刚提到的嘛，天赋才能是天生的，是一种遗传，属灵恩赐是基督徒才有的。但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请问哦，你看哦，神对你生命的引导和带领，它是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才开始的吗？很明显不是，对不对？比如说耶利米呢，他在刚开始蒙召做先知的时候，神这样对他说，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不只是在耶利米出生前就知道他会遭遇到的事，而且更是在他出生前呢，就已经将他分别为圣出来，为要完成某一项工作，就是神后来呼召他去做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呢，那一个人在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并不是分开没有关联的，而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所以符合圣经的概念应该是，我们在得救以前呢，神就已经赐给我们一些天赋的才能，比如说绘画、音乐、口才等等，而在我们得救之后，这些天赋才能呢才得到发挥，展露在服事上。好，当然还有一些恩赐是比如说医病、行异能，哦，那真的是得救之后后来，哎，可能你后来就得到了这样子。 好，那神在我们得救前后的两段生涯当中呢，他都很积极的在工作，而且他将这两段配合的天衣无缝。所以恩赐和才能呢虽然不同，但是关系密切，哦，关系密切。我再举一个人的例子，上上次讲到，我好像就讲到他，这位叫做张文亮教授嘛。张文亮教授他是台大的环工所的教授，那大家知道就是他其实非常的厉害的是，他除了他教学研究做得很好，那他还写了很多的书，哦，比如说旁边有一套，他就是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是他累积了几十年在一个专栏里面写的文章，对于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从信仰当中认识神、体会神，他的一些见证跟经历，他把它写出来。好，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他在写这些著作的时候呢，是在他想要自杀的时候写的，哦，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儿子刚出生就过世了，所以他很难过，但是他的太太就鼓励他说，你就先把这些故事写出来。那他透过写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他后来就自己也被疗愈了，就没有去自杀。好，那蛮特别的是，他很会写这种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跟历史这种东西，欸，可是其实这些东西不是，这是一种很明显大家看到是一种恩赐嘛，欸，可是不是突然他在信耶稣的那一天之后就突然会了，不是，其实在他还是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知道他在求学的过程里面，他遇到了有一个老师，哦，算是开启他，哦，就他从小就对于历史的东西是蛮有兴趣的，哦，他就是对这东西会特别的想要了解清楚。但是呢，他的学业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对，那他的大学联考是落榜的结果，
哦，反正当他后来到了一个学校大学里面，他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叫毛松林老师，那个老师呢，在他还功课不好的时候就看上了他，说他有天那个老师就跟那个张文亮说，张文亮你是个天才，然后就想说为什么我是天才，我都成绩这么烂，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说天才有四种，哦，第一种是很会记忆，第二种是很会分析，第三种是很会整合，第四种是有艺术的跳跃思维，这四种是天才。但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前两者你会出人头地，后两者你会被认为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你会被埋没，这样你会被埋没，那你就是整合的天才，这样子就跟他这样讲。然后他就说啊，他就突然觉得他整个人信心大增，这样就说哇，竟然有老师认为我是天才，而且是被遗漏的天才。然后呢，那老师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整个人类的历史当，哦，整个人类的学科当中有三门，你只要贯通了它，它就是整合的利器。第一个就是经济，哦，经济你读通了经济你就可以贯通。第二个是音乐与美术，你读通了就可以贯通。第三个是历史。好，那这样讲完之后呢，那个张文亮教授就说，哎呦，这个经济，我实在没有在碰这个，我对这个没有概念，还是不要弄这个好。那音乐跟美术呢，我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还是比较好。哎，可是我从小到大我就很喜欢读一些历史的故事和东西，我往这方面发展好了。哎，所以后来他开始，你知道他从他大学的时候，他就花，他在那时候 他写，他花60%的时间呢读学校要考的科目跟东西，他花40%的时间呢去读历史相关的东西，而且这历史各个学科的历史他都去读。所以后来怎么样，当他信了耶稣，当他真实的认识了神之后，他开始呢有一些东西只有他写的出来，比如说他写了什么，他写了法拉第的故事，电学之父，他写了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哦，这本书还写了就是生物界的孟德尔，有一个孟德尔的故事。哎，他开始把这些人的故事，而且他的故事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不只是写他们的丰功伟业，而是写他们在过去的研究历程当中，他们怎么倚靠上帝得胜，然后帮助到其他的人，祝福到其他人的故事。所以他的故事都很独特哦，就是而且非常的卖座，这样子非常的卖座。哦，所以啊，你知道那个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后来那个什么，他的太太过世了嘛？哦，他太太过世，那他也是过世前，其实他大受打击，他真的觉得很难过。可他太太一样就鼓励他说：“文亮，就是你不要难过，神有托付你很大的使命，而且这件事整个华人圈只有你可以做，就是写其他的科学家的信仰故事。”对，所以他正在筹备的是那个这位，大家知道吧？牛顿，这个他正在酝酿中，正在研究中，这样。对，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关于恩赐，哦，关于恩赐的 what， 我想说的是，要知道神塑造你，从出生现在到未来，我们现在念一遍，请，要知道神塑造你，从出生现在到未来，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你的天赋才能和属灵恩赐都是神给你的，为了要装备你回应他放在你生命中的命定跟呼召，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好，那关于属灵恩赐，第二个 W 是什么呢？是 Who，哦，Who 要谈的是属灵恩赐的范围，也就是属灵恩赐是给谁的呢？哦，是给谁的？好，这是 Who 的问题。哦，好，请问大家，我们当中呢哪些人有属灵恩赐？哎，有的举手 是？好，有的举手。啊，没有全部，很好。这样我才讲得下去。好，那理论上我们会想嘛，就是属灵恩赐到底是每一个人有，还是某些天选之人呢？哦，其实大家当然知道啊，你心里都知道每一个人嘛。可是你真的确定吗？就好像每次我问的时候，问这种的时候，通常不会是每一个人都举手说，我有属灵恩赐。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属灵恩赐，或者是明明知道有，但他没有在用它。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信心的原因，信心的问题，也就是你不确信你自己真的有。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约当中就有好几段经文都跟你做了一个保证，跟你做了一个保证。
第一段，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第二个，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第三段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知道，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所以恩赐不只有很多种哦，它更是普及每一个人的，哦，普及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至少有一项属灵的恩赐或服侍的能力，可能两三项都有可能。无论他的恩赐呢多么隐藏或未经使用，但都有。哦，所以请你跟左边的人说，你真的有，你真的有，哦，你肯定的说，哦，好，商业界有一个法则叫做80-20法则，哦，这是一间公司的运作中呢，他在讲一个公司的运作通常只有 20% 的人有发挥出他的能力，带给这间公司呢 80% 的利润跟贡献，哦，那剩下广大的 80% 的人呢，因为没有发挥出该有的能力，加起来贡献仅仅只有 20%。 好，这是观察出来的现象，但这也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是，甚至教会也是这样子，哦，但观察是这样，并不表示本来就应该如此。特别是神的教会，神渴望我们活出的是什么呢？100%。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发挥出能力，都在教会当中有贡献。那很特别的是呢，保罗在三段他所写的经文当中，他都提到属灵恩赐，都谈到一个概念去表达这个属灵恩赐。哦，是什么呢？身体的比喻。哦，身体的比喻。哦，这表示教会当中恩赐的运作不是80-20的法则，而是身体的法则。好，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很重要，请。好，那这段后面的就是他就提到各种各种恩赐，就当照着那个恩赐去做这样。身体的法则有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就是人的身体如何，基督的身体也应该是如何。所以其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肢体都有某种功能嘛，没有人是没有用处的，就像每个器官，你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有功用，包括什么？包括阑尾。哦，阑尾大家知道阑尾吗？哦，我给大家看一下阑尾，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大家知道阑，因为你要想到没用的器官，大概阑尾就是其中一个榜上有名的嘛。它是在你的结肠后面尾端的一个凸起来的东西。哦，那以前我们在上生物课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阑尾是一个你演化的遗迹，演化的遗迹就是你在人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哎，还没有演化完，那就多出来一个咔咔角这样子。哦，好，那哎，可是呢，你知道？我就找了一篇那个科学人的报道，科学人这个杂志，他在2019年有一个报道说，哪个器官不重要呢？他说，不论是阑尾或扁桃腺，身体没有一样器官是可有可无的。然后那段里面呢，他的研究就发现，我那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也是学生物的，就看了一下，哎，他这样讲，他说，因为呢，后来研究发现，以前不知道阑尾有什么用，就觉得他没录用这样，但是呢，后来发现说，哎，奇怪，如果阑尾真的是演化的遗迹，那为什么其他很多的生物哺乳类动物呢也都有阑尾？哪有那么刚好，大家都刚好剩那一点点没有被消失掉。所以他说代表什么呢？代表阑尾一定有用处。好，所以后先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就他们在研究就发现，哦，原来阑尾跟你的免疫肠胃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哦，你知道肠道里面不是有很多的细菌，好菌啊坏菌这样，那有时候会发生那种情况，就是外面来的坏菌或者坏的东西就把整个肠胃道给打爆了，你的整个肠胃道就烂掉了，然后烂掉了之后呢，你就很久后才能好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好菌去帮忙它，整个要重新再造，有点像什么一个房子被铲平了之后你要重盖很麻烦，对不对？你要重新那样清理啊， 原物料都要 调动这样。哎，可是阑尾他说它是一个分隔的区域，它提供了一个据点，让一些细菌可以躲在里面，一些好细菌。所以你看阑尾就可以躲很多的好细菌在里面，然后当外面的环境它是隔离的，所以外面的环境被打爆之后呢，
哎，那些打爆的坏菌离开了之后，阑尾里面的好菌呢就出来了，就跑进去，然后瞬间可以做补充，然后又可以把它长起来。所以研究发现，就是当你的阑尾有没有被割掉的人呢，你没有被割掉的人，你比较不容易得到某些肠胃道的疾病。那你被割掉的人呢，你就很容易，你会比一般人多个好几倍的几率得到那个肠胃病。对，所以我看到说，哇哦，原来阑尾是一个，就是怎么讲，那个叫什么，一个很美好的避难所，是好菌的避难所这样子。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哎，真的每一个器官都很有功用。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器官还没有知道它有功用，只是它还没有被研究出来，就像我们人一样。好，第二个是每一个肢体的功能呢都不同，但都很重要，所以不要自己贬义自己或者自己推崇自己。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找了一张图，就是理论上这是理想的基督的身体，你会看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它的构成有很多大小齿轮，那在座的大家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齿轮，有人大有人小，在不同的位置里面。这表达说整个基督的身体要好好的运作，这每一个齿轮都至为关键，你只要拿掉了一个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运作。对，那另外一个图我觉得表达的更好，他用这个。好，这个什么，就是他说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所以这个头一定就是耶稣基督的头，那其他每一个我们的脸就是塞在这里面这样子。对，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同的身体器官，我们就在充满了这个整个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对，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功用，所以不要自觉了不起或自觉没有用处。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他讲说蛮生动的，就是翻成白话人，就是脚就跟手说，哎呀，我觉得我就是一只肥肥胖胖的脚，我不像手一样可以弹钢琴，可以画画，这么多才多艺这样子，我根本就不该属于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呢，但是上帝说没有，你这样说也不会因为你这样说就不属于这个地方，你还是属于这个地方，你很有功用这样子。然后另外有可能就是耳朵就跟眼睛说，哎，我就是只会听，我看都看不到，我没有办法看到这美丽的世界，那我就只能听到声音而已这样，那我没录用这样。然后呢，上帝也说没有，你还是属于这个身体这样。好，所以哎，这个叫什么，我们不需要去自己贬义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功用不强没有用。那另外一个呢，也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头脑，头脑就跟脚说，哎，这个身体的一切的决定跟指挥权都在我的身上，我最厉害，其他人都不重要，都不需要。对，那圣经就说，哎，不是这样，总不可能一整个人只有那颗头脑吧，对不对？好，那就是外星人了，会不会未来变成这样呢？所以圣经说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是很有功用的，而且圣经说他用他使软弱的肢体，神让这些软弱的肢体成为不可以缺少的，也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所以教会就像人的身体一般哦，两者都是由许多的肢体协调而成的，各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你只有来参加主日聚会是不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发挥出肢体该有的功用。而一个教会如果只有少数的人投入服事，其实也是不正常的，因为那好像什么，好像是公车的状态，不是身体的状态。什么叫公车的状态呢？公车的状态就是一台公车除了司机认认真真的开车前往该去的方向以外，其他的人呢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滑手机，要么在做不相关的事情，这是公车的状态。对，教会不该是一个公车的状态，应当是所有的肢体都有活跃，各自对整体的健康做出特殊的贡献。所以呢，关于恩赐的户，关于恩赐的户，我们一起来念，请，要相信你有，你一定有，也许你觉得没有，但是你要相信神说你有，而且你要把它发挥出来。所以虽然教会的外貌常常看起来是好像恩赐很稀少，但是圣经是不这么认同的。如果神说不是这样，但是实际上长这样，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当中是信心的问题。若我们认为神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只要相信神，他就会赐给每一个教会他所需要的一切，使他能够在生活、成长、健壮各方面上面
都发展起来。好，那关于属灵恩赐呢，最后一个 W， 最后一个 W 是坏，要谈的是属灵恩赐的目的，也就是为何会赐下属灵恩赐呢？好，为何会赐下属灵恩赐？这是坏的问题。有人认为就是属灵恩赐是神爱的赏赐，目的是使人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成长。那当然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圣经当中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属灵恩赐大多跟服侍别人是有关的。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请。从这段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用来造就别人，所以其实彼此造就这件事呢，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是在建造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所以你造就别人就是在建造教会。好，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当中说有些恩赐呢比其他的恩赐更有价值的原因。当然 每一项恩赐都不可以轻视，可是保罗在圣经当中说你要追求更大的恩赐，这代表什么？代表恩赐呢的重要性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你如何去评鉴呢？答案是要根据这个恩赐所能发挥的建造程度大小而定。好，比如说如果能够建造越多人，它的价值就越大。那依这个方式来判断的话，保罗是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请。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这里讲说说方言这个恩赐其实是比较小的恩赐，为什么？因为他主要在造就自己，如果你没有翻方言把它翻出来的话，大家听不懂，对大家没有用处。哦，所以圣经有讲说，如果你会说一万句方言，那在别人面前还不如你只说一句悟性说的话，因为大家听得懂，哦，听得懂。好，所以依此来看，最大的恩赐，保罗推崇的最大恩赐是做先知讲道。好，做先知讲道。好，那我问大家一下，做先知讲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恩赐太难了吧？因为能够在上面讲道的人不就那几个人吗？那大家怎么切慕这个恩赐呢？那我切慕这个恩赐的话，我就要当传道人是不是？好，不是。我先跟大家讲，做先知讲到这个词的，在同一个字哦，在圣经当中的其他地方是叫什么？叫做说预言，哦，说预言。好，翻说预言又来了，大家说这个恩赐说预言，我怎么好像在我们教会也没有看到几个在说预言的啊？因为大家想说预言是什么？预言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看到了冠军说你未来会结婚。好，那这好像没有说到预言，就是会嘛。对，好了，开玩笑，就是哦，比如说圣经当中有人说哦，未来会有大灾难，会有饥荒，所以大家要躲避。哎，就是新约当中有 记载一个雅加布嘛，那就是说预言。大家想说，哎，那难道大家保罗的意思是要大家都切慕我能够说预言吗？结果也不是，那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是翻译上面翻得不好的问题。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真正讲出来，做先知讲道或说预言，它的意思就是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的心意。跟你左边说，说出神的心意。好，说出神的心意就是保罗所说你要去切慕的属灵恩赐。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说出神的心意，可以帮助听的人、领受的人生命成长。你知道，在以前初代教会的时候，没有什么讲员这样子出来讲道。他们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大家弟兄姐妹聚会，就是你有感动的人，你有领受的人，你就起来，你就分享，大家就彼此造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诶起来做一段分享，起来做一段，因为你对神的话语你有理解。你有领受，你就可以说出来造就其他的人。所以衍生到现在，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叫做说出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当你，我举个例子，很多的环节，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遇到一件事情很难过，你要安慰他，你用神的话感动你来对他说，使他得着安慰，这是说出神的心意。你在
好，当然讲台上当然也是嘛，说出声音。你是一个研究型的人，你研究出了一些真理，你在教导主日学课程，哎，这也是说出神的心意。你在读书会当中，你今天读了一些神的话，你想要分享，你分享出来讲出来，其实你也是说出神的心意。所以其实说出神的心意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渴慕跟追求的，渴慕追求神，说哎，我渴望认识神的真理，渴望彼此能够造就到彼此。好，那当然说出神的心意其中一个部分也包含大家所理解的说预言这件事情，哦，那也是神的心意嘛。所以其实说预言只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其中一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哦，好，那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保罗说这件事最重要呢？因为教会的身体要被建造起来，它的养分供应就是真理，真理使人的自由释放，所以真理就是灵命成长和教会能够成长的最重要的养分。好，那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了，真理，哦，我们这样知道真理很重要，显然是基督徒跟教会成长不可或缺的点。那只要有真理就够了吗？哦，就够了吗？我每次问就这样吗？当然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还要有，哎，还要有爱。哎，这个图是好还有爱。好，这段经文也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爱，哦，如果你有真理但是没有爱来温暖暖化，真理可能会变成很冰冷很僵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别人不会在乎你说什么，除非他知道你在乎他。可见真理若没有爱，它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爱对于生命的成长的重要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心理学上也已经研究得很透彻。我前阵子看一本书，就是儿童的爱之语，里面就讲到说，欸，这个观念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一个儿童呢，他都有一个情绪的箱子，如果他的情绪呢，这个箱子有被爱充满的话，他就会健康的发展，哦，很多小朋友如果没有被他从小没有被爱给满足的话，他长大的过程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唯一能够击败这件事就是你要爱他，不断的用爱来浇灌他。当一个小朋友他有爱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安全感，他面对压力变化的能力，他的社交能力、他的学习能力都可以发展得很好，哦，可见爱何等的重要，哦，那同样的道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群体，爱也能够使这个群体更健康的成长，哦，你知道那个启发课程，哦，启发课程大家可能蛮多人上过这启发课程，其实，哦，在全世界各地呢算是蛮流行的，做得蛮好的，哦，那因为他在这当中呢，他其实邀请来的每一个人呢，他们不需要在过程中不是要教导他们真理，而是先让他们融入在一个有吃饭然后有听分享很轻松分享的环境里面，让他们呢感到被关心被爱，然后呢在当中慢慢的他来认识神。好，那后来呢就是我就看到呢这个启发课程就有人研究说，哎，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能够贴近人，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的帮助许多的人去认识福音。他是这样讲，他说因为过往以前呢，西方人他们传福音的方式，他们都看重一件事，就是你要先相信你才归属于这个群体。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人呢，你跟他传完福音，他说我要相信耶稣，好，这时候你再带他来教会，哦，这叫什么？归信先于归属，他先信了他才进入这个群体，哦，有没有？这是以前的方式。哎，可是呢后来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环境底下，他发现相反，你要先归属于这个团体，你可能才过程当中才相信。为什么呢？那什么叫做先进到这个团体？好，他这样说的，这个方式就是你先邀请对方参加教会跟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让他们有机会慢慢的观察基督徒的生活，感受到属灵的群体的爱心，当他们受到感染之后，才挑战他们去学习真理，相信真理，以及委身在基督耶稣里面。这种叫做
归属先于归信的模式。所以因为很多时候对现代的人来说，他们总是会相信我们，他看到的人，他行为表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在他们还没有信主加入我们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让他们看见。而这当中所提到的，其实这就是爱的概念，就是爱的概念。所以最后关于恩赐的坏，我们要看到的是，要提醒大家是要在爱中运用，因为为了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要在爱中运用，为了建造教会。恩赐要在爱中运用，才会发挥它的果效。因为若没有爱，所有的恩赐无论有多耀眼都没有价值。所以保罗是这样形容，他说爱是最妙的道，比最高的恩赐有价值。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好，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我蛮久以前听到的，那因为已经忘记了那些人的名字了，所以我接下来都用一个昵称。好，用昵称，就是呢，这是一个学校的学期开始了，有一个新的老师来到这边，到了一个新的班级，那个老师叫恩恩老师。好，恩恩老师他就来到这个班级里面呢，他要教这个学生。那恩恩老师其实呢很希望，因为他充满了教学的理念跟抱负，他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让他的班级所在的班级每个小朋友呢都适才适用，都发挥出恩赐，绝对要这样，他就是很有抱负。对，哎，好，他就开始带这个班级了。那带，哎，他就发现说，哎，奇怪，有一位同学他特别的能力不足，这样子。怎么说呢？啊，那个同学我就也给他一个艺名，叫做小光好了，叫小光，哦，叫小光。那这个小光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就是说话也慢，动作也慢，跟别人沟通也很慢，所以渐渐的呢，他就开始会被怎么排挤嘛，就被排挤，因为大家就啊好烦哦，你这什么都不会，然后分组的时候就会没有人跟他同一组，然后他因为表达也不太好，所以他很难为自己讲话，所以那他长得又不帅，所以大家也没有特别的对他很好，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真的长得那个帅的或美的，真的会被特别照顾，这样他刚好又不是，好，那就这样。然后开始，老师刚开始带的时候，就是渴望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但是就这个小光发挥不出来，然后呢也还没有找到，老师也很苦恼。那这时候呢，班上有另外一个同学是一个女生，我就把她叫做大美好了，大美，哦，大美能力出众，她非常的有能力，而且人际关系超好，所以她很快就成为班上的班长，大家都听她的号令，然后她要做什么大家都做什么，而且她很有组织的规划的常才，这样大家都很喜欢大美，也觉得哇这个人很棒，这样。然后结果慢慢的大美也觉得奇怪，她在整个班上的运作里面呢，小光实在不行，大美也开始就是蛮排挤小光的，所以整个班级就开始那个氛围就不太好，老师也觉得为此觉得很难过，觉得说啊这个班这样子怎么办呢。结果很神奇的是，有一天他们小朋友户外教学去到了外面去旅游，然后呢，哎，那边有一滩就是很脏的水池，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对，很脏。然后大美好巧不巧的，她穿着她漂漂亮的衣服，砰扑通就掉在了那个水池里面，整个起来是黑的，这样。然后旁边的每一个小朋友，连她的闺蜜都哎呀超恶的啊，然后呢就全部都因为真的太臭了，全部都退避三舍。等一下，然后大家男生班上的男生会怎么样？疯狂嘲笑那个大美，大美就大哭，这样。她说哇，哦，天哪，她发现原来她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些能力，大家这种东西，他就大哭。然后结果这时候很奇怪，哭了一阵子，大家嘲笑，就只有一个人，他跑了过来，是谁？小光。小光呢，他虽然是很木讷，他就拿东西帮大美，就是卫生纸帮他擦他的脸，然后呢，把他从他在地上就把他拉起来，然后呢，把自己的外套就是给了大美，披在他的身上。哇，这个举动。整个恋爱了，啊，这段故事没有发展成这样，因为他是国小生。好，然后结果大美就哇，就是他真的是爆哭了，就是哇，就是我过去这样，他就发表一段感人肺腑，我过去这样子对待你，你却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你那么怎么讲，他就哇，你却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是热泪盈眶，然后其他同学呢看到小光这样的作为之后。哇，也深受感动，就觉得那个善行就被激发出来，大家就开始上前帮忙大美啊，就是把她整个清理干净。然后，哎，就这件事，然后老师整个看那个恩恩老师就整个看在眼里。就事后他们回来之后呢，恩老师就跟全班说，
今天我真的要表扬一位同学，小光请起立。然后他就讲小光好，然后全班真的是热烈的欢呼，给他鼓掌，这样子。就是那这件事发生完之后，那个班就起了奇妙的变化。本来小光是没有位置的，哎，现在大家愿意让他进到那个群体里面，愿意一起跟小光来做事。然后后来整个班你知道，就是小光也投入，然后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才华能力都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突然他们就变得很有向心力，很有凝聚力。所以他们后来在学期末，不论是那种打扫的评比啊，还是什么什么的东西啊，全部都得奖。然后这个班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ending 这样子。我那时候我以前听到这个故事，说哇塞，这个我就想到就是保罗说爱是最妙的道，我就想说哇，其实真的耶，你恩赐才华在出众，但是你若没有爱，它都是虚假的。可是你看哦，小光却有这样一个爱的行动表达出来，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班上的改变。好，我就想到说，其实你知道保罗在谈到我们现在今天的主题是讲恩赐，对不对？保罗在谈到恩赐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四章这整段都在讲恩赐。可是很奇怪哦，他恩赐讲讲之后，他在十三章就插入说，哎，我要跟你说爱很重要，讲讲之后才会又拉回来讲恩赐。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保罗真的看见一个人的恩赐，虽然我们要追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里面真正重要的是那个爱，爱的生命可以让整个恩赐被推动起来。所以这段说，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请要在爱中运用，为了建造教会，恩赐要在爱中运用出来，才能够真实的建造我们的教会。好，那因为前讲比较久，我们就一起来做些祷告。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好，那我还是请思晴帮我谈一下。我邀请大家在你的位置上闭上你的眼睛。今天的分享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他从，而且这个恩赐呢，是从神在你一出生的时候，到你现在，到你将来，神都不断的在你里面去动工，因为他塑造你，为要你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美好的命定的生命。第二个是，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你一定都有恩赐，所以你要把它用出来，真实的运用在教会当中，在彼此的肢体里面。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有多了不起，大家是要彼此彼此。最后要讲的是，神就是要创造了我们这样一个群体，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在爱中运用神所给你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所以我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也渴望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发挥出属灵的恩赐，也渴望有神的爱来充满你的，在里头的运用的，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为你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谢谢你，你用你的宝血建造了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一个群体。主，你赐下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华和能力。主，你创造我们是很奇妙的，我们不用跟别人相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蛮有价值。主，求你把你的恩典、恩赐、能力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恩赐的，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还没有运用出来的，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渴慕跟平台把它发挥出来，因为你就是要这样子建造我们，建造教会的群体。主，也向你来祷告，求你的圣灵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因为爱是推动一切的能力。主，你帮助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你的爱被推动的，因着你的能力被兴起的。主，我谢谢你帮助我们越在爱中，在彼此的恩赐当中来建造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主，你就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元首基督。我感谢你为每一个按手在心上的弟兄姐妹，你就大大的供应赐福他一切所需的。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那接下来我们分组的时间哦，大家彼此分享一下。那我们三个题目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挑一个讲就好，分享你有什么才能是你信主前已经有的，信主后被扩张使用在服事上的哦，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第二个是分享你有说出神的心意的经验，在什么场合什么环节哎，发挥出那个果效来。第三个是你可以分享你听过关于爱心的小故事哦，你觉得哎很感动哦，你自己身上发生的或者你听过的，你可以彼此分享。好，那我们就十分钟吧，十分钟，我们到12:10，我们到12:10，那我们就请大家进到小组里面。
好，要准备收奉献啊！如果你还没分享完，大家还有最后一分钟哦，你可以进入祷告。好，我们一起用奉献来敬拜神。主生命的大爱激励我心，我当趁这机会拜上，机会若错过去不会再来，我绝不能辜负主恩爱。生命气息尽前世间，即使奉献光传出福音，抢救灵魂及财与天，做成主共建主面。我们为自己的奉献献给神来祷告。生命的大爱激励我心，我当趁这机会拜上，机会若错过去不会再来，我绝不能辜负主恩爱。生命气息尽前世间，即使奉献光传出福音，抢救灵魂及财与天，做成主共建主面。因气息尽前世间，即使奉献光传主福音，抢救灵魂及财与天，做成主共建主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赏赐一切的丰盛的恩典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金钱献上给你，也将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恩赐，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能力、才华、精力都奉献给你，愿你大大的来使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透过报告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打开周报第二页。第一点是本年度的联合宣教奉献目标是100万元整。那如果你要为联合宣教奉献的话，请你在奉献带上注明为联合宣教奉献。那奉献的日期到11月30号，目前的奉献金额为51万1800元整。然后第二点是联合主日在9月17号上午10点在海洋大学第一演讲厅举办，我们邀请斗六福气教会的刘君廷传道，也是前工业院副院长来分享。那九点四十五分会有会前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第三点是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求主，使各大企业能在环保、人权、慈善议题上参与社会责任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现在主耶稣，求你来帮助在各大企业当中，可以在环保、人权及慈善议题上面，神他们都愿意来参与这样的社会责任。神来纪念你的心，告诉他们，谢谢你，欢迎神的祷告们。好，本周的背诵经文，我们经节经文经节一起来念，请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那本堂的报告事项，第一点是上周的感恩献祭带收到五个，请参照。然后第二点是更新营将于九月十五号晚上七点半到九月十六号的下午四点半，在宜兰地泽简施青儿中心营地举办。那成人的报名费是1000元，学生是500元，然后婴幼儿免费。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扫那个 QR code 报名，填表单。好。然后第三点是本周以及下周的服事团队及人员。然后第四点是上周的聚会人数。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月的属灵的恩圣圣灵的恩赐的 DM， 然后一样可以邀请就是慕道友来这样子传这个 DM 给他们。然后17号是联合主日，所以17号没有。17号，那没有补充报告事项的话，我们就一起慕道散会。